4月27日，跑男在黑龙江大庆录制，网上曝光了一组 Angelababy 的路透图，她说双马尾少女感满满，不愧为最美辣妈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现身留言点赞，这个样子根本不像生过宝宝， baby 实在是太美了。